今天来做真金松乳酪什锦大阪烧。今天欢迎我们的小厨神威廉来当我们的小助手。那今天要准备的材料啊，会有高丽菜、红萝卜。首先高丽菜跟红萝卜呢，我们都把它洗干净以后切成丁状。那红萝卜记得切成片状，再切成丁状，不要切得太厚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把培根切成粗条状，炒虾呢去壳去肠泥，然后一半我们把它切成丁状，一半薄贝，把它切成片状，然后起司片呢，我们把它切成条状，这个备料的部分我们完成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再制作面糊的材料，然后这时候把面粉、水、蛋、白胡椒粉、盐、高丽菜、红萝卜，全部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呢，我们稍微静置一下，静置个五分钟以后呢。然后我们再加少许的小磨坊的蒜风味油，然后呢，最后再撒上一些真金松煎鱼，做一个混合的动作。锅子内倒少许的蒜风味油，不用太多。到时候我们就把面糊的材料淋一些在正中间，把模型圆形模型放在锅平底锅的中间，用小火中小火去做一个煎的动作。煎到两面金黄色的时候，我们会先把虾子跟培根先放上去，再加上小锅盖，稍微盖一下，盖一下，让虾子跟培根到至熟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将锅盖先打开，用一支牙签刺一下中心点，是否还有一个面糊的存在，还表示没熟。如果牙签穿透过去，拿起来它没有面糊残留的时候，就表示已经熟化。快完成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上盘，铺上起司片，起司片放上去，我们挤上美乃滋，再涂上一点陈年的酒醋膏，撒上煎鱼，再把我们的葱花淋上去，这道菜就大功告成了。完成。小莫